至于你涨不涨价，我反正涨了。2016年以及2017年7月，央视已经多次聚焦报道纸价大幅上涨乱象了。8月29日晚间，央视财经频道再次推出一篇针对当前国内有钱也买不到纸的专题报道，以山东省多家企业为例，深刻揭示了纸包装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当前的困局。央视持续关注纸包装行业实属罕见，这也说明原材料疯涨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纸价进入了上涨阶段，其中涨幅最为明显的是用于包装的瓦楞纸和箱板纸。截至8月29日，瓦楞纸全国均价为每吨4500元，同比上涨76.8%，箱板纸的全国均价为每吨4933元，同比上涨了60.8%。另外两种包装常用的原材料白板纸和白卡纸均价分别为每吨4325元和6120元，同比上涨36.4%和32.8%。全国均价不断飙升的纸价给包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纸价不断的上涨让我们图文行业感受最深，我们整个行业离不开纸，也最担心纸价不停的上涨。纸价涨了我们却不能涨价，最才是最大的问题。纸价上涨主要有一，环保部门监管严格，在加强环保去除雾霾的道路上，加工业都面临着停产限产的整顿，这造成造纸业产能下降，自然价格就会上升。二，政策限制，去年9月出台了纸钞令，这让造纸业成本上升约30%，为了生存涨价也是必然的。三，货币贬值，人民币贬值造成了原材料成本的提高，有些原材料来源于国外，所以成本价必将提高。四，人工成本，人才市场的价格节节攀升，人工运营成本也在不断提高，纸价上涨是必然的。由于国家海关在8月对二手复印机的打击，让本来成本不断上涨的图文行业又承担了机器上涨，现在机器涨幅普遍在30%到50%，很多还没有货。对于我们来说，纸价上涨，机器上涨，材料上涨，而我们价格却涨不起来，让我们所有的人越来越艰难。随着越来越多的材料成本上涨，我们很多图文店也只能咬牙提价，如果再不提价，我们将会承担整个社会的成本上涨，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图文店开始发出涨价通知，长沙69图文在8月底发涨价通知，长沙应博市图文广告发通知涨价，贵州省安顺市京城图文发涨价通知，武汉创业者图文广告制作了涨价桌面，遵义市新义发涨价通知，涨价通知大至模板，很多地区的朋友已经等不及了。纸价不断上涨和机器的巨大涨幅，让越来越多的同仁坐不住了。如果大家一直这样下去，都不敢涨价，成本不断的上涨，最后会吞噬掉我们所有的利润，那时候即使我们愿意涨价也已经来不及了。近一年来，我们图文广告行业承受了来自其他行业的成本转嫁压力，政府整治纸厂，纸厂提价，把整治成本压力转嫁到我们这些用纸的身上，所有的材料都在飞涨，就是将自己这个行业的成本压力转嫁出去，由消费者来承担。但是我们行业这一年来呢，都在做什么？纸商已经提价不下20次了，而图文广告的老板们却迟迟不肯动弹，都在左右看着被人，一脸你不涨价我就不涨价的态势。我们发现今年以来，我们所有行业的价格都在上涨，不管理由是什么，价格止不住的飞涨，因为他们所有的成本在拉高，而我们图文行业的成本也在不断拉高，未来还是一个不断上涨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转嫁成本压力，迟早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利润都会被成本上涨吞噬掉，到时候我们将会无力反抗。我只想说一句，图文行业不能也不应该承担整个社会的成本上涨，这是我们不能承受之重，这不是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图文行业可以承受的。环保成本、人工成本、货币贬值、政策打击、房租成本，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当整个社会都在拉高成本的时候，都在涨价，我们图文行业也不应该例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转嫁成本压力，一句话就是你们涨价，
我也涨，我们真的不能替其他行业承担成本上涨的压力，这会直接压垮整个行业。一个人涨价不如大家一起涨，晚涨不如早涨，让我们一起推价格联盟。现在已经有113位发起人了，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如果你也有意向，可以选择加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好处多多，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我的微信 wc198966， 我的邮箱2903298180@qq.com， 欢迎加入我们，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点赞关注。